现在我在四川成都崇德的一个小镇，这个镇上有一个几万人的大厂，现在又开始招临时工了。我们去看一下有多少人来应聘，看一下这个临时工能拿多少钱个小时。走吧，出发。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你能带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脾气。你曾拥有最美的爱情，你听过最美的旋律，触摸过一个人孤独的恐惧，也看到过最美的风景。我跌跌撞撞奔向你，你也不能一个人离去。刚刚大家也看到了，来应聘临时工的人还蛮多的。虽然现在临时工挣了一点工价，但是还是有21个小时，然后还可以拿个1000多的返费。朋友们，如果你们还没有找到工作的，也可以来试一下做临时工，先挣一点钱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